其实是之前我是刚报的时候碰到的困难哦。其实看网络上的留言哦，真的是蛮可怕的。就是也有喜欢我的人，就是反正就是勇于做自己呀，对不对？不管那些喜欢我的人、不喜欢我的人，还有那些就是蛮多酸民的啊，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做自己，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还是最重要的。我是觉得蛮像的嘞，对呀、啊，因为首先刚开始心魔不小心也唱了小人故事，因为这是我声音的问题嘛，就是他让人家质疑说，哎，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对，就很像啊，因为变装皇后就从一个男生就是要打扮像女生，说真的不容易呀、啊，打扮像女生，说真的，虽然那个好像就是一个舞台，但是。要走出去那个大门，敢吗？对不对？这是说真的，这是意志力，而且自信都要够哎。而且人家说真的啦，因为是之前我有朋友，他也是有像类似这样子，就是有打扮，但是因为有时候要跟他出去，他走前面，要走后面。但是我觉得，因为那一些不认同的人哦，说真的骂得很难听的。我还气爆，我还被我妈赶出来了，变成有家归不得，对呀、啊，所以在外面说真的也蛮辛苦的。从我这样出去，这样一路上走来说真的，现在能进入演艺圈也蛮不简单的。这部电影说真的也蛮感人，蛮好看的。对了，刚才是我的 M 男子家。看了就是说差点快要哭出来，对呀、啊，但是我也是一样，我忍住不要哭。变装皇后万万岁！这部电影在全台已经正式上映了，婷婷推荐大家这部很感人、很好看的电影，请大家要去看哦，啾咪！De luz indirecta. No se trata de tararear la letra de la canción. Tienes que hacerlo con sentimiento. Una gota, un no sé, una Si no me das lo que te mancha estoy me pidiendo. espera. El amor va bajando, el daño a peldaño. Explayándote así, todo el mundo riéndose de ti. No lo vas a volver a hacer mal. Te pregunta quién eres para hacerte saber. El tiempo que les queda juntos, trata de ser tú, de ser quien tú eres. Cuando yo entro al escenario, me siento fuerte, sincero. Canto con el alma. Yo nunca antes me había sentido así. Ay, ¿por qué a esta isla le gustará tanto el cabrón drama?